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十三宵推介嘅時間啦，咁啊話咁快嚟到星期一啦，咁啊今日依然都係介紹嚟三選四俾大家參考嘅。咁啊頭軍咧就係亞洲杯嘅第二場，就南韓對菲律賓嘅。咁呢場波咧，咁點揀都係揀翻南韓嘅啦。即係講真，即係就算琴呢兩日開賽爆冷都好啦，即係澳洲都輸波啊，或者亞聯入主辦國都和波都好啦。咁呢場波我揀翻個讓球啦，就係南韓讓兩球兩。兩球半三球嘅，咁啊高水咧就 2.03 嘅。咁其實我哋睇翻啦，咁排名方面咧，咁一定係高好多噶啦。咁但係南韓咧，睇翻佢本身嘅戰績先啦。咁喺八場嘅主客場裏面咧，咁可以睇翻一樣嘢。咁其實佢中立場贏烏茲別克啊，亦都可以贏到烏拉圭啊，亦都哥斯達黎加同埋世界盃可以贏到德國嘅話咧，咁其實即係冇可能會輸到俾你噶。菲律賓啦，或者係贏少過三四粒啦，因為始終佢本身個聯賽都係叫做即係而家休息緊啦。咁主要球員都可以入選國家隊嘅話咧，其實應該都搏命嘅。所以頭關咧就揀兩個半三球嘅讓球啦。